负责冲好，有一个要负责搅好。直接加那个香草奶粉那一种的，奶粉。
香草茶。香草不一样的，那個、香草茶是咖啡色的。如果你们香草自己要吃的话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自己要吃，就享受一下香草茶的，就是珍贵。享受一下香草茶的珍贵。用一